当时已经有人看见枪手爬上了屋顶，立刻报警，却没有引起警察和特勤局的注意。这是第八次美国历史上的总统刺杀未遂。大家好，我是顾颖琼博士。从目前的信息来看，有很多曾经担任特勤军警的网友都证实，在正常的安保措施中，从来都是要占据所有能够直视总统的屋顶。为什么这个黄金位置留给了狙击手？而且路人报告屋顶上有枪手的时候，长达接近五分钟都没有动作，我深刻怀疑有内奸。看录像，第一枪响的时候，恰好特朗普演讲到激动时。这个20岁的年轻人，据说是注册的共和党党员，但是却没有任何进一步的确认消息。这个是不是特朗普的自导自演？危险程度也太大。这是不是拜登的秘密手段？似乎也没有必要。还是凶手的个人行为？一切都是这么迷雾重重。We see the agent on the roof pick his head up just before shots ring out at 6:15. Secret Service agents rush to pull.